你要知道，你今生已经得人生了，你要珍惜。你不要觉得这好像这是每个礼拜真的讲天方夜谭，不好意思啊，别的系统我不知道，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面，很多都是天方夜谭，因为你没有听过的东西都叫做天方夜谭，但是不代表没有，但不代表不正在运作，啊，所以这也证实了前一阵子我说不是只有人在修，神与鬼一起修吧，所以这会儿证实了，太阳圣德所讲的每一句话真实不虚。你信代表你有福气，你不信祝福你。智慧不开，等待着吧，看你什么时候智慧开。所以，好，这边要讲到有没有优秀学员？有。我们现在学员开始好，年级生是吧？托儿所是吧？小班、中班、大班，小学一年级、二年级，慢慢上去，有没有这种？真的有。修得好的有没有？有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总要有个开始吧，对不对？哪怕现在是托儿所，你也要开始吧。你不是每天在托儿所吗？是不是？你觉得你自己现在还在托儿所居住，看到了？嗯，我是眼力不好，怎么那么多在托儿所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你？嗯，我刚才吃完晚饭，你知道吧？你不要让我消化不良，好不好？那么多还在托儿所，怎么回事？你期许自己要立刻赶快升级的举手，看看。嗯，好，好。哎，你这种仁慈的举手，真的是让我心卸下一块大石头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举的时候，你就要做到，是不是？像我们上次说啊，你举的时候就要做到，所以你要做到，要精进，要努力不懈啊。讲到精进，我要讲哦，我们有学员啊，精进着啊，修着超码系统里面的诸多方法，修着导师相应法啊，在导师相应法里面呢，渐渐的火候啊，进入开始。到达不同的次第，当然也就啊知道了、看到了或听到了前面不曾提过的一些事，好、啊，其中呢一个比较让这精进学员比较惊讶的是，在这导师相应法里面呢，知道了导师的身份。好，那么有些学员呢，也就写 line 好来问导师，导师我听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谁，对不对？我这边要再强调一次，超码系统是天命，秘法在次第里进步的过程中，你所有的进展只有你的传承导师知道。好，你所有知道的，你觉得真的是哇，太阳从不知道从哪边出来的消息，也只有你自己知道。你不可以跟任何一个人说，否则犯戒。犯戒就堕入不好的地方，